人的意识层会做功，所以你的意识层里面啊，是四也好，是 XYZ 也好，当你附送着这个数字或这个字的时候，它所带来你所认知的，你说四是不好的，那是你的认知，所以它只是一个代号。四的时候，它你把那个认知进入到你的意识层，搁在其中，所以磕多了，磕多了，磕多了，你说哇好灵，那你看看这个四就真的让你吃不完兜着走。但经由我今天上课告诉你事实以后，知不知道这里面的所以然？知道。所以要不要正信正念，好好的真心实修啊？啊？这里面啊，一件对的事，对的理，它可以让你上天，它也可以让你下地狱。你相信，你实做上天堂；你不相信，你责备这样子的一个真理，你反其道而行，你就有机缘，就因这个道理就反其道，你就到去哪里。所以你看我们在讲的天地真理有这么多的真理，所以就不是你所想今天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，天天是好日是吧，时时是好时，你的能量场大过于乱七八糟的信念场，你就战胜了，没有被那个所左右啊。但是你的信念场本来是正的就不多，正的信念进来你又不愿意接受，那你就天天跟着这些不好的信念场为伍。所以就为什么有些人就好事永远轮不到你，那你说那那个很相信的他就大发啊。所以这里面就有前世今生的问题，他有这样子的地，他又有什么样子的因缘，他又有怎么样子的做法凑在一块，好上加好。